谢国梁怕人怕救人。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团在市政府大门口召开记者会，质疑市长谢国梁特别请假跑到立法院召开记者会的动机。现在的身份是基隆市长，基隆市所辖的局处以及附属机关指挥权都在你的手上，今天这场风波会起来，是因为你先违法执行破门，然后再将 不认同这些做法的网友抹黑成机器人，接着限制留言，然后这个风波起来以后，你又释出善意，告诉大家愿意和 Net 坐下来谈，接着看到 Net 登报了，再来找三个立委坐在立法院演被害者联盟，现在是在玩哪一招？东岸商场争议持续燃烧，民进党议员陈仪、张浩瀚、陈君佐、施伟正及郑文婷共同召开记者会，提出多项质疑，要求市长谢国梁说清楚，到底是谁在二月一号凌晨指挥基隆市的警察同仁到大日，甚至到东岸商场进行破门的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它所牵扯的范围非常的广，甚至这个在行政作业上面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瑕疵，也会引起我们基层同仁可能陷入司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争议哦。我想这一件事情到底是谢国梁市长您下令要求基隆市警察局做这一些事情，还是我们王俊宏啊，我们的一个处长来下令做这一件事情？市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做一个明确的说明，但是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的，居然是我们最基层的啊警察以及公务人员同仁哦。既然二楼到四楼的产权是有争议的，必须要先厘清嘛。那你市政府觉得你有产权 ，Net 觉得他有产权，是不是应该要交给司法来解决？可是你市政府你不是这么做，你今天跟人家有产权纠纷，你是直接派警察去做接管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请问，以后老百姓有私权纠纷，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动用私权去救济呢？那法院就没事做了啊。这一次发动罢免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戳破了林佑昌市长当年的过失，而导致了产权的纠纷，相信市民们绝对不会支持。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